江南各采莲呐，莲叶何田田呐，何、啊？哎呀，哎，荷叶怎么能把荷花给遮住呢？啊！今天战况不妙。靠我了，嘿、哎，天天我来帮你了。哎，丹药有限，留着打天天。来着我，等等我。探测到失踪的舒灵，探测到失踪的舒灵。神奇小队集合完毕，开始变身。出发！到达异常地区，飞船准备降落。荷花展，这哪有荷花呀，简直就是荷叶丛林。大叔，你为什么哭啊？荷花展马上就要开了，那荷花呢？荷花都被荷叶藏起来了。放心大叔，我去帮你把荷花找出来。可恶！蜘蛛人！水柱攻击，我不怕！以我的浅见，水柱攻击和荷叶攻击无法同时进行。有办法了，今天的作战计划是声东击西。小胖，左边。无敌防御盾，趁现在。等等我呀！好漂亮的荷花呀！快看，树灵在那儿。不可不可，别打草惊蛇。怎么回事？我刚刚好像看到了两只树灵。小心！这里的确有两只树灵，这边。
紫色的，刚刚逃掉的那只是绿色的。以我的浅见，粉色的是荷花树灵，绿色的是荷叶树灵。你不要怕，我们不会伤害你的。表面布满了极小的绒毛和颗粒，这让荷叶能完美的防水，水珠会在上面滚来滚去，变成珍珠似的水滴。哦，原来荷叶这么厉害。嘿嘿嘿，荷叶树灵。荷叶，荷花这么可爱，你还欺负它？怎么办？荷叶树林的攻击越来越猛烈了。开糊涂老师，啊，你们玩得很开心呢。不，开糊涂老师，我们需要您的帮助。如果遇到困难，你就翻翻书，翻翻。开启传说。一道佳肴，每个步骤都不可或缺。荷叶鸡，鸡肉香而不腻，充满了荷叶的清香。好美啊！我懂了，绿叶和红花一样重要，都应该得到关注。哇，我知道该怎么办了，相信我。哇，你们知道吗？小荷才露尖尖角，这里的小荷指的不是荷花，是荷叶。让每个角色都被看见，就是最美的风景。接天莲叶无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红。天地玄华，宇宙洪荒，树灵归位，万物如常。认输吧。我的！饶了我吧！